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好，咱们再把圣经打到罗马书第八章。第十四节，第八章十四节，罗马书八章十四节，找到没？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；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呼叫阿爸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。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继续来交通得荣耀。那么这里面说，因神儿子得荣耀，因神儿子得荣耀。我因信神儿子，所以我也是儿子，对不对？必须是儿子得荣耀。因神儿子得荣耀，就是必须是儿子，必须借着儿子得荣耀，必须是儿子才能得荣耀。你是不是儿子？必须是儿子才可以得荣耀。不是儿子，现在还是奴才，还是奴仆呢，能不能得荣耀？啊，能不能得？基督是儿子，那基督这儿子生命进到你里边，才能得荣耀。我现在已经得救了，就是神的儿子，既是神的儿子，那么下面上帝要预计在你身上，要实时得荣耀的这个过程。那这过程在过程中间有什么呢？儿子才可以得荣耀。好，咱们先翻开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，找到吗？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三节，找到吗？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叫父因儿子得荣耀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，父必须借着因儿子得荣耀，那我们也必须成为儿子才能得荣耀。父是因儿子得荣耀，叫父，叫天父因谁得荣耀？因儿子得荣耀。
那么必须是儿子，因为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基督是天父的儿子，是不是？基督是儿子。基督既然是儿子，天父必要借着基督来得这个荣耀，因为儿子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必须借着儿子，这光辉必须借着儿子把它发出来。希伯来书就这么说的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。要想知道上帝的荣耀，必须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儿子来把它表明出来。没有人看见父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所以父要借着子来得荣耀，叫人们看见子就如同看见父一样，对不对？他是父荣耀所发的光辉。那么这个是耶稣基督，就是父荣耀所发的光辉。我们看见耶稣就知道父了，我们看见子就知道父了。我看不见子，那就没办法看见父。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，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把父给什么表明出来，是不是啊？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将父的形象和样式表明出来，因为他就是父的像，他是父的像。是什么像呢？真相。这真相才能把父表明出来，如果不是借着子耶稣基督，就没有人看见父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从无限界进到有限界，要想把无限的神表明出来，他就必须成为有限的人，他成为道成肉身有限的人，才能把无限的神表明出来。目的是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这个有限的人看见他里面的无限的父，所以他成为有限的肉身，他把他的文字成为有限的文字，说他把他的道成为有限的文字给你眼睛看，因为你在有限界里，他在无限界里，他要想显给你看，他必须得成为你的样子，你才能看见他。他要想叫你这个有限的眼睛能看见无限的神，他必须道成了文字，他必须道成了肉身。肉身有限，文字有限，是吧？这一本圣经就是文字，但我们今天借着有限的文字能够看见无限的道。他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要想看见的这有限的文字里面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那我今天必须把道看成是神，不能看成是文字。我必须把耶稣基督看成是神，不能把他看成是人。当我把他看成是人的时候，他就变成，他就是有限的。我如果把他看成是神，神就是无限的，他必要给你看他成了有限的身体给你看，所以这样你能摸着他，你能接受他，也能吃到他的肉，喝到他的血，这样你就成为无限。他从无限，他从无限，这是无限，进入有限，进入一点，就成为耶稣的身体，然后进到你里面，再成为什么？无限。你现在在哪？就在这个点。这是耶稣成为肉身，就在这个点，在交叉那个点。他是用有限进到无限，进到有限，到有限之后进到你心里头。你把耶稣这个身体看成是神，又变成无限的，是道又看成无限的了，是不是啊？就成为无限的。耶稣是无限上帝的儿子，你相信吗？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只有他才能把父表明出来，因教父因此得什么？得荣耀。父就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他能把父表明出来，他是真光，是父太阳，没有人看见他，借着光辉才能看见他。那电脑那个主机里放着什么，没有人看见，只有显示器才把电脑里面的所有的
内容全表示出来，表明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你电脑主机里放的是什么？谁能看见？如果没有显示器，怎么能看见你电脑主机放什么软件，装的什么软件，里面是什么视频？看不见，是不是？只有显示器，那显示器就如同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，他是父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他是像，他是那个投影，他要把那个父里面的内容借着投影投出来，表明出来，发明出来，表不是表现，是表明，或者叫彰显出来，彰显呢、啊？我叫彰显啊。彰显对还是表现对？人总想要表现一下神。今天信耶稣的人99%都要表现神，你都不知道神什么样，你怎么表现？你用这个有限的人能把无限的神表现出来吗？啊，神是无限的，能表现出来吗？只有那个从无限来的独生儿子，神的独生儿子，才能把父表明出来，对不对？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由谁表明？由独生子表明。那么既然是独生子表明，每个人里边必须接受独生子，才能把父表明出来。因为父是因儿子得什么荣耀，那我今天必须是儿子才能把父表明出来，这是绝对的，对不对？因为神他儿子得荣耀，我是因神儿子得荣耀的，我们也是因主耶稣基督得荣耀，父也是因主耶稣基督得荣耀，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为到父那边，他成为谁了？人。所以父一看见耶稣，人是完全的，因为人都住在基督耶稣里，就成为完全的。等人这边看耶稣基督就是神，是不是？那么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完全。父看子不看我，我看子不看神，我若直接看神，神不接纳我，我只能看子，所以我也借子得荣耀，父也借子得荣耀，因子得荣耀，这才是正确的得荣耀的途径和方法。我越过了耶稣基督没有办法得荣耀，是不是啊？我越过了耶稣基督不可能得荣耀，我那做梦，是不是啊？很多人呢在教会中间，咱们要荣耀神嘛，凡事荣耀什么，那叫凡事啊，凡事人做不到，只有主能做到凡事，对不对？只有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才能做到凡事，因为他凡事都能做，他没有不能成的事，凡事都能成。今天我要想凡事荣耀神，绝对不能靠自己，不能靠肉体凡事荣耀神，因为肉体今天做好明天做坏。那些个在律法下的人，他们不是不想要凡事荣耀神，他们也想要荣耀神，但他拿的工具错没错？工具错不错啊？这工具要选对了，那就选对了。今天咱们都出去割庄稼啊，好不好？割庄稼，几千亩地的庄稼，就叫咱们这群人去割，好不好？有发给镰刀了，还有发给那个拖拉机了，割收割机，就是大的收割机。过去就是十亩，回来就是十亩，过去十亩，回来十亩，就收割机收割，还给你镰刀，还给你锄头的，还给你镐头的，还有给你敲的。今天收庄稼，拿敲去砍行不行？拿锄头去锄行不行？你一刀一刀割行不行？啊，行吗？快不快？用刀割还是用收割机？啊，一千亩地一上午就割完了，收割机一上午割完，等并且割完了马上成粒，成那个粒了，是不是？成籽粒了，马上装袋了。你用刀一个刀一刀割，
你搁好几年你也搁不完，是不是？一千亩地那叫，你拿什么很关键的？这工具用错了，那果效都是错的。还现在很多人，我们要得荣耀，我们要荣耀，凡是荣耀神，还没得着荣耀呢，就去荣耀神。现在教会最可怕就在这个，他得没得着呢？得荣耀是什么意思？神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，先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得荣耀，你才能荣耀神。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，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。十七章，第一节，十七章第一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：“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你儿子也荣耀你。”注意看这句话，注意看这句话，耶稣求的是什么？来自于父的荣耀，是不是啊？因为荣耀、颂赞、全能都是来自于父，是不是？来自于父啊。这是第三点，荣耀。来自于父。耶稣怎么求的？耶稣怎么求荣耀的？他说我不受来自于人的荣耀，说没说？我乃是求那一位，求天父的荣耀，不受来自于人的荣耀。所以呢，这么说，他求的怎么求？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求你荣耀你的儿子，好使你的儿子荣耀你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使你使儿子也荣耀你。如果你没得着荣耀，父没把荣耀加给你，你怎么荣耀？举个例子，咱们今天都去打仗，打阻击战啊，就打日本，打阻击战，好不好？咱们现在打阻击战，咱们五个人一伙打阻击战，行不行？现在就打阻击战。有拿镐头的，有拿锄头的，有拿镰刀的，有拿，就去啊！打阻击战是不是整个部队的分派的？部队差遣你出去打阻击战，等打阻击战前的时候，你必须预备好多什么枪和弹药，预不预备好？阻击战呢，每个人手里都得有。趁手的兵器就是枪，有机枪，有冲锋枪，有手榴弹，还有狙击枪，还有什么三八大盖，还有什么莫辛纳杆，行不行？各自都手里都拿着枪，这才能打成功呢。那么给你枪了，没发给你子弹，你用什么打仗呢？用什么打仗？拿枪就可以打吗？没有子弹怎么打？啊！这里边，一个人他想荣耀神，那荣耀来自于父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向前管天父求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求你荣耀你的儿子，好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啊！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先求啊？求没求？很多人光得救了，还没得荣耀，上帝还没把工具发给他呢，他就跑出去了，他先跑出去了，得没得着？给没给发子弹？没发呢，没发子弹，拿空枪跑那去了，一勾扳机不响，再一勾还不响，什么原因？没子弹。今天有许多人荣耀不了神。天天讲荣耀，荣耀神呐、啊！凡是荣耀神呐、啊，早晨浇头，白天饭，晚上扔，荣没荣耀神？天天想讲荣耀神，我要荣耀神呐、啊，荣耀神，最后荣耀来荣耀去，你敢说你不犯罪了？你敢说你没罪了？
没得到什么荣耀，想荣耀神必须先得，对不对？未得着荣耀怎么荣耀神呢？啊，连荣耀都未得着怎么荣耀神呢？耶稣求都这么求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请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你给我荣耀，你叫我先得荣耀，求你使儿子得荣耀，我好能在地上因此好荣耀谁？荣耀神。方法神告没告诉我们？方法告没告诉我？哎，有的人在地上旧的没脱掉，也没穿上新的，就想荣耀神。什么叫荣耀神？脱旧的穿新的，新的才荣耀神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这人才真是荣耀神。他还在旧地里活着呢，旧事还没过呢，还没有变成新的人呢，还是旧造人，还罪人呢，去荣耀神。神要一个罪人去荣耀神吗？神要一个没有荣耀的人去荣耀神吗？啊，咱们现在要开始啊，上哪个公司聘我们，聘我们在座所有的人，聘叫我们干什么？做打字员。做打字员，你是先学打字啊，还是先被招上去给别人打字啊？这一点这世上都上去，你先学，先学习怎么打字，打字打流利了，打快了，手法好了，你在被聘请啊，简不简单？方法简不简单？简单啊，是不是啊？听没听明白？好，咱们去招那个特种兵去。现在部队里要招一批特种兵，这种特种兵是在部队中间招出来的，先天枪法就准，是吧？打百发百中的神枪手，就招这种人，把他训练成为特种兵。你连枪都没摸过呀，是不是啊？连枪都没摸过呢，啊？人家2.5的眼睛，你眼睛那个视力多少眼睛？2米远的就看不清楚，那眼睛看不着了，是不是？你还去当特种兵？你怎么当特种兵？笨手拉脚的，是不是？特种兵先天性的就灵活，不仅仅是头脑灵活，而且他的身体特别灵活，是不是？反应特别机智，随机应变的能力特别强，而且枪法特别准的，这样的人才够资格的。你啥也不知道，拿个破老洋炮，一只眼砰嘡一下没打着，吓一跳，把家雀全枪吓跑了，你还去当特种兵去？能当了特种兵啊？你以为特种兵那么好选呢？你以为上帝的基督的精兵啊，得荣耀是基督的精兵啊，是不是基督的精兵？耶和华要把我们建造成为基督的精兵，好不好？那你首先你就得求主啊，父啊，你使我得荣耀，好叫儿子也荣耀你，好不好？有的人连这一点都不明白，得荣耀好不好？荣耀父神好不好？凡事荣耀他好不好？凡事都讨他喜欢好不好？凡事都讨父神喜悦好不好？但我没得荣耀，怎么讨父神喜悦？没得荣耀就拿肉体去讨神喜欢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是不是啊？圣经特别讲的特别清楚，我们都建立在信的基础上，首先不仅得救了，有重生的生命，而且我还得得荣耀，我才能正式的荣耀神，是不是？你看上帝讲不讲理？神最讲理的，就人不讲理。没荣耀神还告诉主啊，我不交托你保守我别犯罪，怎么今天又犯罪了呢？有没有人这么埋怨神呢？神什么时候叫你肉体不犯罪了？
你肉体只要在地上活一天，它就是犯罪一天。但上帝今天我上节堂课讲的，那么德就是本乎恩义，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这跟行为没有关系。先在不靠行为先得救，得完救了也不靠行为得荣耀，上帝给你托，不用你自己托。你先变得救之后呢，有的人就想表现一下我是基督徒，你得救以后下面的是我守住，是我好好表现行为，还是要忍受各样征战的苦难吧。得救以后是要接受圣灵在更新我呀，脱掉旧的穿上新的才能荣耀神，还是我直接去荣耀神？得救以后呢，先荣耀神还是先脱旧穿新的？这过程要错了，你肯定你的果效就是错的。我得救了，得不得救？得救了。重没重生？重生了，肯定重生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神的儿子？是。得不得荣耀？没有。脱没脱掉旧的？没有。穿没穿上新的？没有。那我今天就要去荣耀神，可能不可能？不可能。所以得救不是得荣耀，得荣耀不是得救。听没听明白？得救以后得荣耀，得荣耀建立在得救的基础上，得救是得荣耀的基础。看清楚了吗？我已经重生得救了，称义的都在这里了，是不是？下面还有得荣耀的冠冕的奖赏，与基督同作王，行不行？要不要做王？要不要得冠冕？要不要得赏赐？要不要？如果今天你不要，这说明你不是个正常的基督徒，你不是个很好的基督徒，你乃是个特了兵。你是不是特了兵啊？什么叫特了兵？东北说特了兵就是拖沓的那种人，不利人的，就特了兵那伙人。反正上教会来了，稀里糊涂的信，稀里糊涂的走。你是要做基督的精兵，是稀里糊涂的啊？要做什么样的人？稀里糊涂的，还是要基督的精兵？战士，带刀的勇士，出去了打仗的时候，大有能力的，大有荣耀的，哪个好？耶和华喜欢特勒兵，是喜欢基督的精兵。你看好了，他喜欢的基督的精兵，带刀的勇士。神今天要把我们这群人建造成为荣耀的、能力的，是不是？耶和华的精兵、战士、勇士，专门跟撒旦魔鬼进行打仗的。神要把这群人建造成为神国的尖刀兵，是不是啊？把众多人的灵魂拯救出来。我们这群人是肩负着神所给我们的使命，所以今天我们不能稀里糊涂地来玩。这里边听到是最早的，我上山东的就进到这里来了，从古城完事的就进到这里来了，早不早？现在几年了？几年了？几年？两年半？几年了？四年了？是不是？我在来到这里很早很早的，这一晃就四年了。所以我们这次，我这次到这里来看的弟兄姊妹比上一次强多了。上一次啊，那些姊妹啊坐在那南墙角那地方就这样像受气似的，脑袋上扣一个带个东西，就跟他穿个大金瓜，傻了吧唧的，是不是啊？
现在大金瓜都脱的，是不是、啊？有的还穿，那暖和是不是、啊？你穿可以，你穿吧，不是不行的。这肉体该穿什么该你就穿什么，不在乎你肉体，你只要今天你的属灵的生命，在基督耶稣里面被建造成为基督的精兵，就是好的。我们正确的信仰是这个途径，重生了得救的以后了，不是做点好事表现一下的，好来证明我是基督徒。你这做点好事啊，表现一下，你这一想表现，心态就错了。你表现一下，错错没错？我也想表现，我也想做好点，证明我是基督徒。不要有这种表现，好不好？现在上帝要在我身上按照步骤一步一步的得救了，下面叫你得荣耀。神要把他自己的众儿女要建造成为一个荣耀的儿女，只要是荣耀的儿女，那么就能荣耀父。所以这个荣耀来自于父，我必须到父那里去支取，支取什么呢？荣耀。那么耶稣也在父那里支取荣耀，我不能直接到父那里支取荣耀，我就借着耶稣基督的荣耀，借着神的儿子的荣耀，好不好？因为必须是儿子，那我今天不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吗？是不是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呢？既然我是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那么他荣耀了，我就荣耀了。我必须到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得了这个荣耀，好不好？这是途径，是如何得荣耀？他向父神呢求荣耀，是不是？好，荣耀父。那我今天我就得住在基督耶稣里面，请现成的。他已经得着荣耀了，我要到他那里去得荣耀。所以，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积，居住在基督耶稣里。那么，我就得在哪里得呢？在基督里的荣耀。找没找着方法？在基督里得荣耀，行不行？啊？父把荣耀加给子了，叫一切在子里面的得荣耀，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。你只要住进基督耶稣里面，你就得荣耀；你只要没有住在基督耶稣里面，那你就得不着荣耀。这句话，这话在哪呢？哥罗西书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哪里？我们看哥罗西书第27节，一章二十七节，找到吗？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在我们这群外邦人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基督在不在你心里，你就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因为基督在你里面，你才能得着荣耀，你才能够有荣耀的盼望，才能得着荣耀，才能有得荣耀这样的盼望。叫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全引到神面前。我也为此劳苦，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。这是保罗说的话。我的荣耀在哪里得的？在基督里得的，在他里面有荣耀的盼望，是不是啊？
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三节，二章三节啊，这荣耀必须是在基督里的。我离开基督，我想自己要荣耀神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不可以？我们看第二章第三节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，一切知识和智慧都在它里面藏，都在它里面隐藏的。那我上哪里找？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九节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积居住在哪里呢？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什么丰盛？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，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。肉体有没有情欲啊？有。有没有情欲？看见别人挣赚钱你就眼红，这是不是情欲？看见别人家的房屋好你就眼红，是不是情欲啊？看见这地上有什么好你就眼红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情欲啊？是情欲。看见小姑娘长得漂亮你就喜欢，是不是情欲？看见小伙长得帅你就喜欢，是不是情欲啊？人这个眼睛啊，就像下巴那个眼睛一样，看见世上好东西都喜欢。那这个喜欢这是在哪里呢？在肉体里的情欲，是不是？上帝要把这情欲给你脱掉了，你才能得荣耀。情欲啊，欲是哪个欲？这个欲望的欲，情欲。有没有情欲？耶稣要想对你得荣耀，先把情欲给你脱掉。你干不干？你主动干了，你将来在天国了又做大王了，连小王都不做，做大王行不行？有君尊的祭司，君尊，君是君王的君，尊是尊贵的尊，你是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呐。今天上帝今天要把你领出这个世界，要叫你专为他，不为这个世界活着，为主活着，不是为自己的肉体活着，要把这个情欲的东西全部给你拿下，是不是？搁下那些个毒瘤是天天影响你得生命。你想将来管五座城十座城，以色列千禧年的时候我们在地上做王1000年，是不是1000年？那么今天什么样的人能与主做王1000年？在地上做王1000年，在永恒的国度里永远做王，这样大的荣耀好不好？好啊。神叫你在千禧年管五座城十座城，现在许多的官管一座城，贪污犯到处都有，管不了，是不是？杀人犯、盗窃到处都有，但将来上帝要叫你管五座城十座城20座城，能不能管了？你跟神一样了，将来你说从这个地方显现，从那同时在可以在许多的地方显现出来，你有那么大的本领，大有能力的，今天就叫你得荣耀，就是将来的能力，就是将来给你的权柄，好不好？行不行啊？愿意不愿意？你说在那不愿意呀、啊？愿意不愿意呀、啊？真愿意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别看这一点点的苦楚，今天这一点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好不好？要给我们成就。今天上帝叫你在脱情欲的时候一定会受苦的，基督给你脱情欲，好不好？我要想在基督耶稣里，那基督就给你脱情欲，因为神一切荣耀都在基督耶稣里了，你只要进到基督耶稣里了，那么基督就可以给你脱去什么？脱情欲，脱情欲，脱不脱？要脱掉你老祖宗给你留的情欲，脱肉体
和肉体情欲都脱掉，把这隔上，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，加拉太书。加拉太书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。第五章第二十四节，给你脱情欲。找到没有？第五章第二十四节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。你信不信？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若靠着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，不要彼此，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你属不属基督耶稣？你得没得救啊？重没重生？你是不是属基督耶稣的人？这里面就讲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。为什么要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呢？脱去旧人，把肉体连什么呢？肉体的邪情私欲。铜钉十字架，为什么把肉体钉十字架？肉体不在地上荣耀神吗？怎么给铜钉十字架拿什么荣耀神？荣耀神是道在肉身中显现的，不是用肉体荣耀神，而是道在肉身中显现，大有能力的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里的什么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，就怕你用私欲来侍奉神，就怕你用肉体侍奉神，所以把肉体连肉体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。今天给你同钉十字架，你找不着肉体了，肉体同钉十字架灭绝了，罪身灭绝了。有这个人是罪人，我的灵就死在肉体中间，所以神借着他的灵住进我心里，我又生了一次，灵生了一次，这是肉身生的，灵生的，这叫什么？重生。看好了，叫重生。重生是两个人，重是哪个重？也叫什么？双生。也叫双生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是不是双生？怎么双生？肉体生一次，灵又被神的道又生了一次。肉体是你爹妈生的，灵是谁生的？神生的。所以再来一次，在这个里面又出现一个生，这叫重生。原来这个灵死了，现在活过来，这叫什么？重生。是不是原来我没有生灵的时候，我肉光肉身生了一次，我爹妈生的，现在呢又从圣灵又生了一次，我因信真道，神又重生了我一次，重没重生？重生。现在看，一重生之后，你马上有一个感觉，什么感觉？不是，你心里就想行善，因为神的灵在你心里一运行，你就想行善，我想做点好事。但我告诉你，你一这样想，突然就出现一种什么，跟你这个行善这个意念相反的这种律。一种律是不是？这种律是什么律呢？就是圣灵的律和情欲的律进行相争。把这先隔上，我们先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咱们从十六节开始看。十六节啊，十六节，我来读，弟兄姊妹详细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，详细看这一节经文。
这节经文很关键，很关键。如果你把这节经文看明白了，我下面再往下讲的荣耀了，你们就清楚了。十六节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肉体的情欲在哪里呢？在这里，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怎么顺着圣灵而行？圣灵是要致死你，你就同意致死。如果你不致死他，就放纵肉体的情欲，活在肉体中间，就放纵肉体的情欲。好，往下看啊。因为情欲和圣灵他俩相争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你肉体装的是什么？肉体装的是什么？情欲。看还黑板啊，看白板，你这么看你根本看不懂的。你看肉体装的是情欲，心灵里装的是谁？圣灵。所以圣灵是我的头，我是他的身体，我跟圣灵合一。这时候呢，圣灵就开始和谁相争了？和情欲相争。怎么相争？他俩一相争，你就不能做所愿意做的，你就做不了所愿意做的。所以这种情况下没办法得荣耀，因为他俩都想干，都想做事儿。一个是圣灵要运行大能，一个是肉体要出来做事儿。你看我都信耶稣了，那我不得荣耀神吗？我们肉体要做，上帝圣灵注定就是要把肉体，连肉体里的邪情私欲给他同定十架。但肉体这个扫罗王坚决不同意大卫王来做王，所以他坚决要把大卫王给推掉，他自己继续维护自己的政权。肉体这么多年做王做的就是肉体做王，什么都肉体在干，是不是？现在呢，肉体和里边的情欲和谁相争的？这个律，情欲的律和圣灵的律进行相争，良善的律和不良善的律进行相争。我肉体里有一个不良善的律，但我心灵中间有个良善的律，良善的律和不良善的律住在一起去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圣灵来的目的是要脱掉旧人，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给他脱掉，是不是这个目的啊？圣灵来了要行异能，在我身上行异能，要把属亚当那个情欲的东西给他脱掉，是不是？但情欲不甘心脱掉，情欲呢和圣灵呢进行争，你看争不争啊？我们看第十七节，十七节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争不争？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肉体要做好事，圣灵说不用你做。圣灵说你说那好事是地上的好事，肉体要做地上的好事，圣灵要做天上的好事，他俩就开始争上了。圣灵说我得把你脱掉，肉体说不能脱掉，我还得在地上荣耀神呢，是不是？圣灵说这是神的殿，肉体说这肉体就是神的殿，他俩就开始就争上了。这时候你想做的好事做不了，因为他俩互相争着打仗，怎么做好事呢？就像一家的一家，是不是？两个人天天干仗，什么事都做不成，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呢？他俩现在跑一起去了，你说他俩相争，一个情欲的律和圣灵良善的律进行相争，争没争？下一堂课我们再讲争不争，争的结果是什么，谁胜的？他俩必须得争，这是忍受什么呢？第一件事情是必须忍受大征战的什么苦难，这是第一四点，忍受忍受大征战，叫苦难。这征战的苦难，第一就是肉和灵进行交战，两个律进行交战，一个是肉体那个不良善的律和心灵中间良善圣灵的律进行交战，
这是第一个交战。基督徒想得荣耀，必须通过这个交战。这交战没通过去，你什么都做不到，你想做做不到的。所以那些想要做到，天天想荣耀神，荣没荣耀了？没荣耀了吗？听没听明白？好，一同来闭目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把得荣耀指示我们，因为你的路径已经指明了，因为你的方向已经指明了，你的方法已经告诉我们了。今天我们若不照你的方法，就永远不能得荣耀。求你清清楚楚带领你自己的众儿女，使我们走出一切的困境，使我们照着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只有不顺从圣灵而行的人，才放纵肉体的情欲。求你来保守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使我们不仅得救了，而且得荣耀。保守这里的弟兄姊妹都能明白你的真道。听我的祷告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。